未起，清浊不分，天地未开，万物混沌，整个世界飘摇在无尽的冰冷与苍茫之中。是女娲到来天火，照亮了宇宙，开天辟地。那开创世界的天火，日精月华，变成了一盏法力无边的宝莲灯。又过去了几万年，玉帝的外甥女三圣母成了宝莲灯的新主人，她高擎着宝莲灯在人间驱病攘灾，造福百姓。落地才子刘彦昌路过华山，失足跌落山崖，被三圣母所救。他和三圣母真心相爱了，三圣母不顾天庭人神不能通婚的天条戒律，毅然与刘彦昌结百年之好。一年之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沉香。三圣母，你私自和一个凡人成亲，已经触犯了天条，还不速速与我重返天庭接受惩罚？
二哥，不要叫我哥哥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众将听令，拿下！下！难道他们已经有了孩子？杀了这个妖孽！不要！三圣母！山崩地裂，就这样，
三圣母被压在了华山之下。背会了吗？啊，我，你要是背会了，我就不罚你。背不出来的话，那可要挨二十大板喽。啊，我背会了。背会了最好，背给我听听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寤寐，哎呦，这背书就是背书嘛，谁让你自己卡自己了？哎，先生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以前每次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睡觉，睡觉了就背不出来了，所以背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要拧自己一下。你有这么刻苦啊？我怎么从来就没有看出来？哎，先生，我的功夫都是下在学堂以外的。那倒是有可能，你爹是秀才吗？对啊。你接着背吧。啊，还要背啊？好啊！我教你好好背书，我教你，还帮凶。先生，掐自己！你这个帮凶！你还刻苦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。怎么打不开呀？这谁家蒸这么大的窝头？走开！好，真的！太好了！耶！别着我！两个！哎呀！别着我，这先生去！别着我，这先生去！帮忙！求你了！这么听话。爹，我做功课去了。哎呦，刘彦昌，看看你儿子干的缺德事儿！你看啊，这马蜂怎么不遮他的脸呢？你怎么管教孩子的？把他叫出来！你功课做得好啊！是先生教的好。
给我贫。啊？不是你贫，让你贫嘴。爹，您先别打，您别打，您先听我说好不好？说，好，跪下，跪下说。那个马蜂窝总搞得我们大家不能安心读书，所以我们才决定把他给捅了。没想到崔先生正好撞上，是他自己倒霉，怎么能怨我们呢？陈翔啊，陈翔，在学堂里你书读的最差，可是你这孩子犯了错误，连句实话都没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您书读的多，不也就是个卖灯笼的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我们卖灯笼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差不多就行了吧？差不多。啊，陈翔啊，陈翔，你给我听着，不管你以后是卖灯笼也好，是拜将封侯也罢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差不多，必须要认认真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你吊儿郎当了，爹要重新调教你。起来。干什么？去糊100个灯笼，10个一样的，一共10种样式。啊，100个？爹，我还是跪着吧，我喜欢跪着。糊不完就别想吃饭。啊，100个怎么糊啊？哼，一个灯笼2文钱，糊10个灯笼都不够买烧鸡的。哼。就糊了这么几个？嗯，这是你糊的？嗯，对啊。你看，糊的一点都不严实嘛。哎呀，爹，我一个时辰才糊了7、8个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吧？又是差不多。啊？你知道吗？一点小缝隙就能把蜡烛给吹灭了。哎，爹，别！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哎，别撕！我发现一个，我就撕一个。哎，这别出去糊。100个，100个，叫我糊到什么时候去啊？爹，哎，我没睡，我就是歇一会儿，我这就干活去啊！我糊糊，啊，很香啊！有些事情别人是可以帮忙的，可有些事情，别人是帮不了忙的。哎，
爹，这次我领情，下次我一定好好做。谁跟你嬉皮笑脸？再乎一百个。啊，在乎。爹，我这次把门给你锁上，看谁还能来帮你。那你为什么帮我糊啊？我本来都糊了好几十个了，你这不是成心害我吗？灯笼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些灯笼不是我糊的。谁糊的？鬼糊的。我看是你在搞鬼，你给我进去。哎，真的，我没有搞鬼，是他自己糊。哎哎，我不进，我不进。你给我回来！我打死也不进。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神仙的职责就是造福三界，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好神仙。若心中时时装着欲望，非但不能做一个称职的神仙，只怕连三界万物的根本都看不清楚了。七仙女和董永一事让本宫十分痛心，若不杀住这股思凡之风，就是在天界开启了一道欲望之门。娘娘说得好，众仙要引以为戒。从今往后，但凡有男女私情之事发生，必须严加惩处，包庇纵容者同罪。娘娘，离蟠桃会的日子不远了，在筹备蟠桃会的事情上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杨戬，在。三圣母心思缜密，我想让他来筹办本届的蟠桃盛会。你去趟华山，让他把手边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。是，娘娘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我没有把你的事情上报天庭。三妹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我丈夫和儿子在哪里？刘彦昌和陈香已经死了。你在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他们不死，你的心怎么能死呢？如果你知道错了，我马上就能放你出来。天上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啊，爹，麻烦您把饭给我端过来行吗？我喂你吧。啊，那就太麻烦了。啊，爹，今天有鸡啊，咸不咸啊？鸡腿好吃，肉都在腿上呢。你再不起来啊，我就把鸡腿全都吃了。嗯，啊，慢着。别以为你装出一副熊样子，你就能骗了我。吃完饭接着糊灯笼去。嗯，爹，我没有骗您啊。你骗我的次数还少啊？嗯，哎呀，这次是真的。哪次是假的？这鬼能看见人，人是看不见鬼的。哎哎，
爹，我也没有看见他们，但是他们帮我糊灯笼来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吃完了，爸爸洗了吧。哎哎，爹，又要锁呀？嗯。那锁吧。没有死，那在哪儿啊？我正想让你去查一查。真的过来了，太好玩了，这下好了，以后不愁没鸡腿吃了。不管你是孤魂野鬼还是妖魔鬼怪，有种就来找我刘彦昌，别吓唬孩子。爹，陈翔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您为什么一点都不怕呀？怕有什么用？如果他真来找你麻烦，怕有什么用呢？你有种的话就称我刘彦昌来好了。爹，没有鬼。爹，我能让门自己关上。这些灯笼
也是你用法力糊的吗？法力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想干什么，只要我心里一想，他自己就办好了。爹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？陈香，这件事情你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？万一告诉了别人，很有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哼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听爹的话，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之后会不会又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嚷嚷着要找娘的？三圣母，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吗？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天灯，就给我托个梦，告诉我该怎么对他说，行。吹牛的吧，就是吹牛。你们都看清楚了啊，来，展开点，展开点，展开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厉害，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教我吧，教我吧，啊！教你们。我爹说了，这叫法力，是天生的。法力，法力，法力我都听说过，可是不是神仙才有的吗？哎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千万别说出去，我爹说了，让人知道我会有杀身之祸的。哇，哎，变戏法而已嘛，别捉弄人了，教我一个吧，就教一个，教我一个吧，教一个。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个变戏法的能从墙里穿过去啊？我墙里？你能从墙里穿出去？ 啊对啊，打死我也不信呢。就是啊，谁信赌什么？哎，你要能穿出去啊，我把那一窝马蜂摘下来吃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我要是穿不出去啊，我把咱们刘家村所有的马蜂窝全都吃进肚子里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，陈家走墙去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走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就这墙，你撞啊！看好了啊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看清楚了啊！撞啊！哎呀！你看看你，没撞过去吧？别吹牛了，你根本就撞不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不信！好好好，再来再来！好，再来再来！撞撞撞！哎，哎呀！哎呀！陈香，哎呦，哎呦！陈香，走啊，摘马蜂窝去啊！别别别，我头晕，我头晕啊！看看你，撞疼了吧？哎，起来吧，没人让你吃马蜂窝，起来吧！吹牛吧？走，回去。你呀。哎，柱子、狗蛋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过一会儿再走。哎，你还想怎么穿过去呢？哎呀，别傻了，快快快走吧！你别撞傻了。哎，走吧。
走了。我成功了！啊，我成功了！喂，你们别走啊！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我行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才啊，我穿进去了，这次我真的行了。是啊，沉香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口气这么一吹，这房子啊，它就倒了。真的，你刚才我，你这口气可真够大的。哪里哪里，跟沉香比啊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哎，沉香，你这么穿过去啊，那不算什么。有本事你就从那边跑过来，穿进去，这才算本事呢，是不是？是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不行是吗？哎，那你试试啊。试试啊，试试，试试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看清楚了啊！咱们看着。哎呀！哎呦！啊！哎，沉香，沉香，沉香！沉香，真给撞上了！沉香，沉香！啊！可以回家了吧？回家吧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喽，回家喽，回家喽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你是谁啊？我。刘彦昌没跟你说过，你都有什么亲戚吗？亲戚，有啊，我一个四姨母，过年过节都会来看我的。还有别的亲戚吗？没有了。你是我亲戚吗？啊，我听说过刘彦昌的名字，据说学问不错。嗯。学问是不错，不过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靠卖灯笼来挣钱。沉香，你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吗？将来我想当个员外。员外？嗯，我们村啊，有一个王员外，家里有几十亩地，盖了十间大瓦房，长工就七八个，丫鬟还有好几个呢。你听见有人笑了吗？我怎么听见有人笑啊？是你自己在笑自己。我真的听见了，可是这里除了你和那条狗之外就没有别人了。沉香，你应该有更大的目标，你只要敢想就一定能做到。好了，现在回去好好读书吧，等你有了满腹经纶的时候，就算想当宰相都不是什么难事。又要读书啊？那算了，我最烦读书了，我在刘家村当个员外挺好。刘彦昌就这么叫你的？他根本就不配当你爹。你凭什么说我爹？沉香，沉香，刘彦昌满腹经纶却把你调教成这个样子，你说我能不怪他吗？就算你娘也不会原谅他的。您认识我娘？听说过，听说过，
你想你娘吗？现在很少想了。人家讨厌我的时候，骂我是没娘的孩子，没人管，我都不觉得生气了。哎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见过我娘没有？真的，我娘长得好看吗？你娘是三界，是世上少有的大美人。真的，大美人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去吃饭了。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。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有空就来。嗯。哎，不能骗人啊！我不会骗你的。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。主人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，免除后患啊？放肆！不不不，属下是怕他对您不利呀。你给我听着，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他想要什么，尽量成全他。是，主人。